我怎么觉得有人跟着我们呀？哪儿呢？应该是看错了。哎，你说我们现在这样发传单也没用啊。而且你想啊，你走大街上，有一个人拉住你，给你推销，你信吗？你看看怎么办？挺好看的。快上链接。这边的直播我看过，可有意思了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怎么了？现在都信息时代了，谁还线下推广啊？哎呀，我想到办法了啊！啊，你先回去，你先回去休息啊，我去买点器材。那你小心点啊！啊，好。兄弟啊，哥是过来人，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。这江小媛啊，真不值得你这么惦记了。哎呀，她大学时候那个男朋友霍博宇，当时是有女朋友的，是江小媛生把他给撬过来的。江小媛呢，就是喜欢他，死缠烂打的纠缠了好长时间，后来呢，被霍博宇这个正牌女友给踢出局了。这当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我说兄弟啊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呢？那个江小媛啊，心里早有喜欢的人了，她等的人啊，也不是你。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化妆师，关键是他可以免费设计。你看我们大赛又临近了，你这一次我上哪儿找去啊？完了，他居然成了我的甲方爸爸。说吧，爸爸还打算再爱我一次吗？这样，你进去给他敬个酒，道个歉。他那意思就是被人捧着的小公主。她是小公主，我就不是了吗？什么？我是说，我进去给人家赔个不是，顺便接受一下生活带给我的毒打。冻着了？啊，没有，随便磕磕玩的。你觉得像模特 T 台秀吗？是挺像的。为什么呀？音乐剧说到底也是一门讲故事的艺术，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个性和命运，
我觉得崔经理应该是希望你通过妆容来呈现每个角色的特性。角色特性我也知道啊，这个音乐剧是通过《聊斋》改编的，里面这个女主是个狐妖，我已经尽量把她画得像一个狐狸了。怎么大家都说像模特替代秀啊？你可乐放这儿干嘛？啊！衣服给我弄脏了，说吧，赔多少钱？这也不怪我呀、啊，不怪你，怪我喽。我这衣服很贵，赔钱吧。你看我手机也弄到了，你手机弄到了跟我有关系吗？有关系吗？小子，我告诉你，衣服弄脏了，要么赔我件新的，要么赔我干洗费。可是我……哎，我说那胖子，明明是你的错吧？怎么恶人先告状啊？关你什么事儿？跟你有关系吗？关你什么事儿？跟你有关系吗？啊！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识相点，赶紧走。有病吧？你说这个人啊，蛮不讲理的样子。别说他刚才是故意生气，就算他没生气，也跟别人欠的钱一样。那你画得出来吗？这种凶狠的面相？当然了，就是那种眉压低、腮骨横凸的效果，基本上就挺像的了，挺凶的。